炸弹呢、欸。肉都焦掉了耶。没死透，这个吗？不是，哎，是，可恶，就要杀戮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这边路算多哎、欸，之前玩的地图没有什么路。鹿皮可以做很多东西吗？很棒啊，比较高级的那个。防具，我瞄到他的头的时候，他就跑了。算了。又要下雨了。哎、欸，肉捡不起来了。辟谣组可以满了。满了满了。然后我先满。行李箱会重置吗？会啊。只是我们附近行李箱是开的啊。
么又有油漆路啊？早安，早安吗？现在是晚安的吧？哇，风好大！口渴了，回来喝水。白天下雨没关系，是不会变得又湿又冷。我也是哎，没有变又湿，是晚上比较冷。是有声音吗？我白痴啊！吓我！他不知道你是谁。不是，他又是走到我旁边对我叫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又一个，又一个。哎呦，疼两下，我都快死了。欠疼，欠疼，欠疼！哎，哎，让他上来啦！啊，不是，一个一家爆了。哎、欸，他要起来了，他要起来了，小。你干嘛看着你同伴的手，嘻嘻哈哈的？我在晒哦，晒到一半突然在我耳边吼。哎、欸，我看不到他、欸，哎，他死了吗？死啦、啊！哦，他死了，好黑哦，看不到哎、欸。点个花。是那些晒的东西要移到旁边一点啊！移到旁边一点，他们就不会那个了吗？不是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就不会被我们打到吗？啊，火轮到你咯，就是他在中间绕的时候，至少比较敢打啊。欸、怎么那么暗？没有没有，我刚刚打掉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反正这边刚好倒了一个，放中间一点好了。啊！又是又了。啊！楼梯又盖过头。我刚转一转头，看到米奈是不是？米奈吓到，我也是。你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野人战士，你知道吗？叮。又来了？没有啦。就有听到鹅鹅叫。你在外面吧？好像在外面呢、欸。疑似有看到有人跑过去的感觉。看到，你吃了难吃的肉。
啊，如果做陷阱，我是怕我们自己人踩到欸。会吗？会啊，我们是会发动。会啊，人走过去会发动啊。可恶！什么陷阱？很多啊，比如说像这个，做这个好了。绞杀。好像是会启动啊，对人有没有效我忘了。在哪里？我们家外面啊。你有看到锤子？啊。那个就是会把野人吊起来。三个原木。还差一个。有几个？两个。差一个。哇，好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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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记得家房子里面也要盖萤火，对不对？盖好了。我弄火炉了，好好，在家里面。你要走走看吗？要弄。你要试验那个吗？好，我先睡觉好了，晚上好冷哦。盖那个火。没有。需要很多的石头。一次只能拿五颗，是要拿到什么时候？好冷啊，赶快取暖一下。瞬间恢复。里面有好吃肉可以吃哦。哦，又来了。听到了。在哪里？我们可以先把家围起来吗？围好，超多。我在哪里？我都没有看到。哇！这有这么多酒桃哦。对啊。欸，我出不去了。快了快了，剩下十五个。十个。你们两个拿了吗？都拿了吗？在这边。好了，可以在下面放火堆了。要怎么放？啊、是这样子哦。对对对，就放一般的火堆。啊啊！哦，好好好好。我以为是直接点火哎。我也以为嘞。基本火，哎，火坑吧，火坑是比较久。那我放了哦。可是火坑好像放不下。我放放看。我去取暖。我先醒了，一个人来了。来哪里？在外面呵呵笑的。有人在我们家外面呵呵笑。雨停了吗？好像停了。哦。我觉得是。超爆炸。我听到声音是都是从别人那边听来的。我有开，我没有开喇叭呀。有，在这边进来。一只而已吗？你们打，快点救！我要死了！我要只打我，那么可怜。你被霸凌哦？对啊。帮你打他了。被吸，被吸。有人吗？来了，来了。哇哦哇哦哦，这样用，这样觉得如何？觉得是挺有 feel 的。哎、欸，又有声音
安安。你中个陷阱吧，这是兔子吧？哎哎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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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次换你，这次换你了，这次换你了。这次我在我旁边，我下一次直接挥下去。他被他把自己烧死了，他把自己烧了，超笨。哦对，也可以摆一排萤火。然后他们一进来就，那这样会不会烧到我们的家？从我靠，这怎么？你快来，你快来！我还在剥皮哦，你来干嘛？他会吃同伴，该不会是因为我们晒人肉，他们想进来吃？哎、欸，还来啊！来来来，我先捡那两只不行，对不起。他来戳他，戳他，戳他去！他怎么没有烧？怎么不烧？哎呦，哎、欸，怎么都揍我啦？吃几只手，吃个手压压惊。你竟然要被吓到！我刚刚你停顿。盖二楼屋顶好。石头没了呢，被用完了，我再多捡一点。地上还有。你在瞄什么？我在捡石头啦，多捡一点石头回去，刚才要用好多哦。我们把我们家的石头用光光了。哎、欸，我观众说是他们会吃不同的人种、欸，跟自己不同的人种。软酱，哦，我妈超喘的。你妈超喘。我刚刚也是盯着你妈。谁的妈？到底是谁的妈妈在喘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哦，哎呦，你。欸嗯，我觉得还是点个赖打好了。没点赖打走路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哎呦，我好期待你走到陷阱哦。为什么？我想看你荡在那边啊。我会被吊起来是不是？对，那个会吊起来的。吊下来吗？哎、欸，这石头升的太快了吧？哎、欸，有声音，我还是死。应该是你在砍谁？好了，石头差不多了。满了哎、欸！哎呦，谁啦？我又来了。可怕！尖叫的太大声了吧？刚刚外面是有外面有人，外面有后方。他们会跳进来吗？跳不进来，但他们会猜我们。我看到了，在我们外面，在我们外面拿着火把两只。他会丢炸弹哦。我去跟他单挑。走。哎，在哪里、啊？右边，这边。哎，哟、跟你俩吓死我了！什么？我知道那个门关起来的声音吓我。
我的话，看不见了。我有北七哦。看不见。你们是平常做很多亏心事是不是？我看最怕哎、欸，关个门也没吓到。啊，天亮了，天亮。这个鸟，对啊，想说我们都没有羽毛了，多可爱！是不是不能吓到他们呢？谁吓到？鸟啊！哎，我们那个平台是也没了，哪个平台？那棵树啊，不是本来有做一个，就是可以上去瞭望的，有吗？哦，对耶，对，没有，那个是昨天啊，昨天独挡之后没了吧？对啊，不是，是我没存到档啊，是我呀。我来踩踩看有没有树意，有呢。我刚踩了一株，啊！来来来来我带你去陷阱玩，快点快点，我来给你们玩的。哇、哦，对不起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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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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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豆豆。来来来来来，后面还有一只，小心！哎呦！来来来来来，你追谁啦？哎、欸，他手怎么红红的？欸、抓到了，好好好，打他打他打他！不敢！哎、欸，怎么这么会躲、哦？哎呦！霸凌霸凌，抓到一只了，抓到一只了！哎、欸、呦，靠背他会打人！会啦！靠背会打人了。会 啊, 啊！你靠近，你靠近，你靠近，就要把我靠近，靠近，你靠近，再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啊！他手没有那么长啊！我要死了，吃东西了。从背后，他们，那你从背后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鞭尸，从背后鞭尸，他还没死啊，他还没死，你看，好像很好玩。你想当吗？哎、欸，挂了，他戳死了。还、啊、要怎么？亮在这边有杀鸡儆猴的效果吗？原来的在长，在长那个。哎、欸，又自来，又自来了。看来没有。有吗？在哪？来，在我这边，两只，两。小心放下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等一下。他们去哪里啊？我走嘞。跑去森林了，跑掉了。哇！砍木头说，有什么陷阱玩啊？那、啊、这个走过去也会那个了吗？还是这已经是装好了的陷阱了吗？有休息吗？我重、啊、我重用好了。那一只阿姨说要一只姜太郎。好好啊。吃到饱。好。姜太郎。吃到饱，我也想吃吃到饱。对啊，姜太郎，姜太郎，姜太郎吃什么的？那个吃烧烤。烧烤？哇，你被我们烂成烂房成这样、欸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们已经快把这边夷平了哎、欸。啊，杰路好可怜哦，全身都泼着红油漆，然后到处跑。那不是你用的。不是我，我刚才砍木头。不是你，那是谁？你。不可能。好了，第二个陷阱好了。
还要做别的啊。肉都焦了吧？车子好遥远。嗯，放骨头的篮子呢？房子在家旁边，差点被围起来。我避开了。刚刚小鹿怎么不见了？树倒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树干跑去哪了。找到了，嗯，哎、欸，放不下了。有啊，两台都满了。我是听到有，嗯，没有，我们都要在远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放下手边的车，三两只吗？对啊，我是不是听到有？让我射他的头。我要低头抬头打，不行哦，还好好好，他胸部上面都有气了。哦，吓一跳，射到他的光碟片。哎、欸、靠，被射头还没死哎、欸。好了，那我先带回家喽。他头上被插了一根箭还不死，傻眼。然后，那给你们带回家，我去推车。我带啊。哎、欸，等下有一只。哎哎哎，没只，你危险哦。两只。三只。我来啊，来踩陷阱，来呀、啊。他怎么突然叫我家？来呀、啊，有一只拿火哎、欸，他不对、啊。来呀、啊。快。哦，快快快！好，太好。这一只，哎、欸。他不丢火，你先戳死他吧。不过来，不敢。过来呀！撞我们墙壁！哇！你够了、哦。哎、欸，不要戳到墙壁哦。没关系啊，可以修，这可以修。哎、欸、哎，走、欸、上去啦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把门打开，把门打开，哈哈哈！笑死！好，我去推车了。这是要掉一只吗？陷阱要沿着墙壁放。你说沿着我们家的墙壁哦？对啊。我出去会不会自己踩？
门不要放啊。可是绳子不够啊，一个陷阱一个绳子。天天上线，总有一天会被我们刷出来的。你就只能靠你一直重开啊。没问题的。我看一下哦。死亡陷阱。怎么个死亡法、啊？感觉是踩到这一根，然后就砸起来，对不对？石头吗？被砸死这样吗？尖尖惨死。有声音哎，怎么没搞的？可是我看一看，觉得自己在玩 Minecraft。哎、欸，树会压到我们家，没事。什么意思？我怕树垮，现在把我们家压烂。你在砍哪里的树啊？我们家门外。墙外，对啊，因为看有个平台，就挖近一点的。我们这边已经快被我们挖空了呀！有一天，这伺服器的树就会被我们全部砍爆、砍光。要14个，我以为是4个嘞。哎、hey ！哇，奇迹！怎么了？一棵掉下来的树砸死了一头鹿。哇！怎么转呢、啊？啊，这就是那个啊！转转转！那什么？忘记了，守株待兔的故事啊，类似啊。